欢迎收看 Web TV 网络大明星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宏恩，我是龙安玉，他是 Alan 柯有伦。掌声加尖叫，柯有伦！哇，真的，我只能说好久不见。真的，但重点不是他很少出现在荧光幕上，而是在音乐上跟大家好久没有见面，三年时间了。你突然唱起台语歌，台语歌其实就是回台湾这十几年做音乐对台湾的一个感情嘛。可是本身你台语讲的就溜吗？拜，台语是我爸很强，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去跟他，就是去切磋这个台语。也很想让你直接打歌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得要。考一下你，因为我看你的英语爱恋 MV， 对，用了一个电子花车，对。那我考你一些歌。把人的性命是空瓶的宝典。有听过，有听过，有听过。另外一首，好，嗯。打扮就要叫模样。游来游去，对吧？来去游来游去，游来游去。有啦，这个算有有有有有有有。哎呦，哇 ，Alan 在国外长大，真的，我这歌我都听过，对，可是都不记得歌。对，那我觉得用台语歌好不好？结合亲情跟土地，还有对台湾这块的情感，都是爱嘛。来陪伴我心里。打到手都已经麻掉了。刚唱完《因为爱丽》之后呢，你会发现从他的声线里面，我觉得一听就是 Alan 来了，就他的声音辨识辨识度很高啊，是就很硬汉的感觉。有一阵子大家都模仿你唱那个你那首经典主打歌，哭笑不得吗？还是零？哇，零！既然唱零了，我觉得先来玩一个小游戏。这个游戏呢也没什么，就看30秒谁按的次数最多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就这样？为什么让你给他一个意义好了？按完之后呢？对，重新归零。哦，有没有？没有意义耶。归零，计时开始。哇，你，我听你的声音，我就在哇，哎，天哪！哇，两位到底谁能够冲破这个墙？哦，我手算有年纪了。哇，有三、二、一，停！底下来公布一下，142，162。但我觉得你刚刚讲的意义很好，我们就在镜头面前让他先归零，归零，归零，好不好？归零，人生没有输赢，只有归零。哇，这句话厉害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做不面对空间的那一切分裂，就算分爱的危险，我们一起面对。来不及的防备，未定过的誓言，让我怎么学会多了爱的明天？走出零。所有防备，一切都无所谓，跳出黑夜世界，开始新的明天。新的什么？新的明天。我真的有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有一点不太开心。是，当时我们拍完又共同合写了一首歌。对。我很快把它写完，而且编完，对，隔了6年才发出来。爱有什么错？爱有什么错？我后悔没对你说的温柔。Come on， 爱有什么错？别再问我痛不痛，我想没人懂。爱有什么错 ？Alan 来，我觉得这个车根本上就是行动 KTV 啊。最后面我觉得搞不好有一首，你觉得？你刚刚那个啊，哭笑不得，这个不点行动 KTV 没办法成立啊。哭笑不得，我要的如何走的理由竟然先假设。哭笑不得，我的心总很理想看我到底。笑不得，最终不可能。
着，一个人开着车，怎么经过也会福利社。到底这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跟你约会，带你吃点小点心好吗 ？Alan 准备三张签名 CD。对，然后呢，如果你看这个影片，你出一个题目好了。那这一题呢，就是问题，就是在这张专辑里面，我们刚刚有讲到嘛，对，非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台语歌。哦，刚刚好像有唱到哎、欸，有唱到，有唱到，有唱到。那这个台语歌它的名字叫什么？歌名四个字，四个字，回答到。Because I love you。答案太明显了，好不好？太明显，太明显。如果你答对，把这个答案写出来之后分享出去，三个就可以得到我们亲笔签名的专辑。专辑哇 ，OK。鼓励所有正在追梦的年轻人，所有朋友不要放弃，持续的往前飞行，好不好？没错。那我们 WebTV 网络大明星成功。